好，观众朋友，接下来请欣赏《雷人往事》。哎，你好，要借什么书啊？我要借一本《自杀指南》，有吗？有是有。是借给别人看啊，还是你自己看呀？是我自己看。你自己看呀？是。不借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看看你现在这精神状况，这要把这自杀指南借给你，没准你就学着其中一招自行了断了。这书啊，肯定是还不回来了。那我还完书再了断行吗？那也不行，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啊。哎，都有什么想不通的呀，说说看。嗨，郁闷，每天都要面对那么多不开心的事。嗨，那我劝劝你，每天多看看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你就开心了。央视节目？对呀，你没听说吗？世上无难事，只要有央视。要想生活好，央视少不了。可是看完央视，每天还照样面对那么多不开心的事儿。哎呀，你都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啊？说出来听听。哎，你说这倒霉事儿怎么都让我给赶上了？刚想吃个猪肉吧，猪肉涨价了。刚想看看 NBA 吧，姚明退役了。刚想出去北京旅游吧，高铁出事了。刚想买个新房吧，利息房价全涨了。想出去坐坐电梯吧，倒转了。刚想捐个款吧，那郭美美出现了。想买辆新车吧，上个牌照都50000了。哎，想吃个海鲜开开荤，中石油把海水给污染了。想文明的告别单身吧，结果裸婚了。别说了，咱们这境遇啊差不太多。你再说呀，我都想把这自杀指南先借回家看看去。你说这人怎么活得这么累呢？这一个 G 的大脑装了2G 的烦恼啊。是啊，哎，不过这也不能轻生啊，他总有扛过去的办法。那能有什么办法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上个礼拜有个党史专家到我们这儿做了一个讲座，他回顾了一下共产党90年的历史过程。他总结出我党能撑到今天主要有三大要素，非常精辟，我想咱们也许可以借鉴。党撑到今天的三大要素，哪三大要素啊？第一，坚持。第二，不要脸。第三，坚持不要脸。小明，美术老师说绘画课你交了白卷，你为什么交白卷？画了呀。我是画的牛吃草。那草呢？被牛吃掉了。那牛呢？吃完草走了。以后啊，有你们后悔的时候。哎，算了，下面我们上数学课。小亮啊，请你来做这一道二元一次方程。二元一次，可是我只有一块钱。
什么呀？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少壮不努力，一生在内地呀、啊，知道吗？哎，算了。下面啊，咱们做一道数学应用题，都听好了啊。说有 AB 两列火车，分别以120和250的速度先后从某地同向开出，请问这 B 火车什么时候能追上 A 火车？有知道的吗？请举手。哎，这还差不多啊，不错。那小明，你先来回答。老师，火车追火车做什么呀？这不是你应该问的问题啊，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呀？真是。小亮啊，还是你来回答吧。老师，我爸爸说这应该是铁道部发言人来回答的问题。分歧天价家具造假的幕后真相终于水落石出。达芬奇公司根据客户订单从长丰公司秘密订购家具，长丰公司按照要求用高分子树脂材料大芯板和密度板加工生产家具，生产好的家具运上集装箱，由深圳港口出港，再从上海港进港回到国内，存放到位于上海青浦区的总库房。这样国产家具就变成了手续齐全的意大利进口家具，再经过一番的精心包装、哎、这天价的达芬奇家具原来是国产货呀，这也太缺德了吧。哎，感情这达芬奇家具跟咱们家这家具是一个工厂出产的。哎，弄好咱们家这家具就是达芬奇的，可能贴错了商标。别没了你。哇，这奸商也太缺德了点儿，几百万的家具整个一冒牌货。嗨，我觉得达芬奇没那么坏，你瞧瞧人家，一没哄抬楼价，二没污染水源，三没制造毒奶粉，四没把别人捐款揣自己兜里，五没让动车出轨。我觉得对普通消费者来说没有太大影响。对普通消费者来说没影响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你看那些人一买家具动辄上百万，你说他们能代表普通消费者吗？啊，所以我说这达芬奇把价格定得高到老百姓买不起，这简直就是善良。是啊，反正咱也买不起，买得起的都是大款。可不是嘛。我在2002年开始，我看到中国在这个你说你哭什么哭啊，换一名，不叫达芬奇了，另起一名叫米开朗基罗，这帮死鳖大款暴发户照样来，而且一定会非常心花怒放的说，哎呀，这回终于买到正品了。哎，你别说还真是，只要你弄一大师的名字在前面写几个英文字母，哪怕是 Made in 意大利也照样买。哎，这意大利一定得是汉语拼音拼出来。其实啊，在产品名字前面加上一个洋名来骗人，历来都是中国那些无良商人的普遍做法，太多了。你比如说这达芬奇家具，还有那个什么加州牛肉面、诺贝尔瓷砖啊，再比如说啊，马克思主义。哎，对，马克思主义经典。好，观众朋友，感谢您收看这次的大陆新闻解读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